之後我都有即係有入到嗰一行做嘅。咁一直都做咗around都四年，係啦，去到2019年，咁就然後就冇做呢一行啦。咁至於我教舞，其實我2015年左右已經開始都有教嘅，咁就主要開頭教啲中學咁樣，咁然之後都係慢慢去到2016年就有教 BCBC 啦咁樣。咁所以我都經歷過一直去 full time 同埋一直去教舞，即係兩樣嘢一齊去做嘅。咁其實你問我中間會唔會話特別困難，我又覺得其實唔會嘅。但係你問我會唔會辛苦啲咧？咁當然一定會啦，因為始終你翻 full time 嘅時間係fix 咗，咁然之後到你放工嘅時候，你又要去教跳舞咁樣。咁始終教跳舞都係需要精神，需要體力係。咁係啦，疫情上的而且確係令到我本身呢一行嘅嘢係越嚟少嘅，甚至乎我真係試過去到係零嘅，因為所有 studio 要 close 咁。咁我就喺呢個疫情上面咧，我就諗到一個自己 idea 啦，因為我本身好中意嗌外賣，好似個笑話咁，所以然後我就喺度諗，咦，其實都可以試下去做所謂嘅運輸啦，即係我叫做，因為我覺得一嚟自己係可以去有能力去做到，二嚟其實我都會覺得都係一樣可以 keep 住去喐嘅一個工作。因為對於我嚟講咧，點解我quit 咗 IT 嘅時候，我就係覺得我可能我就係一個本身中意喐嘅人，即係唔好話個跳舞人先咯，我係一個中意喐嘅人。咁所以我就喺度諗，綜合咗好多唔同嘅，一嚟可以喐，二嚟其實我都 keep 住去令到自己嘅身體各樣嘢，因為我要喐啊嘛，我要踩單車各樣嘢，我都會越嚟健康嘅時候，咁同時間我都可以多翻一啲收入，咁就可以令到我生活上冇咁大。咁到咗依家啦，其實喺呢度都好想多謝一啲信任我同俾機會我去嘗試進入一個教學階段嘅老師嘅人，因為亦都係因為我覺得因為佢哋令到我諗多咗少少嘢，就係其實我都分享我自己，其實我都幾中意分享嘢俾人，我覺得唔好話教唔教法先，因為其實你問我，我覺得喺個半鐘頭嘅堂入邊，我企喺前面係個老師，但係其實落咗堂之後，我都係個學生。咁我自己都中意分享嘢俾人啦。咁當我跳得耐咗之後，我就會發覺其實唔係淨係一味要戰鬥啊嗰樣，即係我覺得呢一樣係需要，但係點樣令到更加多嘅人跳舞咧？可能大家有唔同嘅方法。我跟 Lisa 會搞活動，咁如果 as 我一個老師嘅，我覺得盡我能力去分享我自己嘅睇法，我自己嘅舞蹈俾學生，令到佢哋再中意多啲。所以我依家 keep 住做嘅就係、是我有 keep 住去教班啦，我 keep 住去同學生講一啲我自己嘅睇法，我自己嘅見解。而當然我亦都同時，我覺得 as 一個老師都要 keep 住去知道更加多嘅嘢。所以我都仲會繼續去出國去嘗試多啲唔同嘅嘢啦，去睇多啲唔同嘅嘢啦，同埋學多啲唔同嘅嘢。咁個目的係想一嚟當然都想自己可以越嚟越進步，越嚟跳得好睇，越嚟越勁。咁但係同一時間喺教學上面咧，我都會想學生們同埋有機會嚟上堂嘅人可以知道得更加多，同埋越嚟多人跳。係啦，咁咧我覺得邊一個 position 都，我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重要，因為其實好多嘢都係你要去感受過，你先會知究竟適唔適合自己。呢個首先一啦，二就係、是如果你問我，我喺搞活動又好，做老師又好，其實我覺得呢啲係一個機緣上面嘅巧合，即係譬如可能有人想揾你教班，咁你先會有呢個機緣。咁當然啦，你都可以自己開班嘅，係啦。咁但都要有人上，而
然後可能你話搞比賽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你要搞個活動唔係自己一個人搞到，其實都需要合作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啲嘢係都好睇個緣分，都好睇機緣巧合。而我自己覺得其實其實我都算係一個，我唔想去分新生代與唔新生代，我都會覺得自己都係個新生代。但係喺我個 dance 個 mind 入面，其實我自己有七樣嘢。咁第一樣嘢就係 keep learn 啦，即係 keep 住學。咁你學完之後就要練 ，OK？ 咁你練嘅時候，你需要啲咩？就需要聽 ，OK？ 咁好啦，你聽完之後啦，依家科技好先進啦，你可以 keep 住睇 YouTube， 即係 keep 住睇。OK， 好啦，當你有咗呢四樣嘢之後，我覺得可以開始試下去試，因為當你完成咗呢四樣嘢之後，你應該 suppose 有啲嘢你識咗，你都開始有啲睇法，你就可以開始去試。好啦，咁你試完呢啲嘢之後，你又可以開始去試下去玩一啲活動，即係試下去參與。咁到最後咧，其實我覺得跳舞，我覺得唔應該去分開個跳舞、或者其他項目咁樣，我覺得。在我的世界裡面跳舞其實是 keep 住玩，所以其實就七樣嘢，我覺得是 keep 住學，學完練習的時候要聽，好啦，然之後可以試下去睇人哋，當有曬呢幾樣嘢啦，去試，然之後試下參與活動喺人哋面前跳，到最後就是 keep 住一個玩的心態，我覺得咁樣會